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星星，可以原谅我吗？没想到吧，我又从地狱里爬出来了。由谭松韵、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剧《你比星光更美丽》正在播出，欢迎订阅，每日解说精彩剧情。失去过，所以更懂得珍惜。复合后的韩婷更宠老婆了。这次的分手风波，最受折磨的是韩婷。她瞒着瀚海的事情是不对，可她的本意不是伤害纪星，也不是吞并星辰，而是希望纪星更好站到更高的平台上，发挥自己的才能。韩婷唯一的错是没能及时沟通，让纪星误会了自己。这次的分手也是两人爱情观的碰撞。纪星想要的爱是炙热的，而韩婷觉得爱是理智的，两个人在一起合适比爱重要。这就造成了纪星对韩婷的双重误会。纪星走后，韩婷的世界塌了，原来她爱的比谁都炙热，只是不懂得表达。在德国街头偶遇纪星的那一刻，韩婷觉得自己的心又活了。他急切地说出自己对爱的理解，爱是一辈子的守护。面对韩婷第一次求复合，纪星没有立刻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纪星需要时间想清楚。全网都在喊朱厚宇赶紧绑架纪星，韩婷上演英雄救美，蜻蜓夫妇彻底冰释前嫌，和好如初。复合后的两人更甜了，韩婷更加宠老婆纪星，婚后事业家庭兼顾，夫妻俩都活成了人生赢家。